喏，一只油面筋，一只八一包是单档，两只八一包，两只油面筋是双档。双档搭子单档，辣海上海至少有100多年的历史。侬有多少辰光没吃过上海经典的点心？单档搭子双档了？做单档搭子双档呢，主要食材要用到玉米。我用的是全部是辣屋里向的黑芝玉米，一袋400克。玉米的配比呢是三分长七分瘦，比较符合大众对肉馅的要求的。现在来拌玉米，先要准备一眼葱姜水，大概100克左右，400克玉米，加了5克盐，8克生抽，8克糖。那么手机录像忘记掉底了，所以没拍出来。加眼松鲜蟹，朝一个方向搅拌，搅拌的辰光加入葱姜水。葱姜水呢分3次加光，拿手掼打玉米，是让玉米更加有劲道。再加一只鸡蛋清，朝一个方向搅拌；加一撮生粉，朝一个方向搅拌。保鲜膜封口，晾上半个钟头以上。买了2张青梅的薄薄叶，对折剪开来，再对折剪开，再对折剪开，剪3趟。搿搭是16张，可以做16只八一包。以前的青丝油面筋。八一包的包法跟春卷一样的，后搿只锅搿搭，摊眼生粉水拿伊封口，16只八一包，每4只拿绳子扎一只，玉米筋拿大拇指头挖只洞。肉烧好，拿里向只盖头挑出来。16只八一包，7只油面筋。一般情况，我拿伊拉先蒸熟，蒸15分钟。如果是红烧，就直接红烧，不需要先蒸。现在阿拉来烧上海经典的双档。砂锅里向放几只煎好的油豆腐，放一把鲜粉，加眼盐。水烧开，再烧个2-3分钟。哎，油面筋八一包放下去，加眼榨菜，加眼松鲜蟹提鲜，撒把葱花增香。灵魂只有不可以烧，那看双档的样子基本上出来了。关火，撒一把香菜，有人欢喜放紫菜花皮，加辣油，放胡椒粉。反正根据个人的喜好，喏，一只油面筋，一只八一包是单档，两只八一包，两只油面筋是双档，搿就是上海经典的点心菜肴。双档搭子单档，辣海上海至少有100多年的历史，一道正宗的上海味道的点心菜肴。今朝的视频就到这结束，谢谢大家观看。